一型房车还能住下5个人。福特新时代 V38 Pro 底盘 2.2 排量搭载6 AMT 变速箱，采用原厂车身黑白经典配色，外观低调沉稳。车长5米78，车宽2米，车高2米8，蓝牌 C 罩即可轻松驾驶。打开中门就是户外厨房，内外贯通储物空间，便携式柴油炉搭配不锈钢桌板。进入车内，驻车时可以是4到5人对坐会客厅。 打开一键式升降折叠桌，就可变身为4到5人可使用的大餐厅。室内厨房配置也很到位，睡卧区可不只有这一张小床，固定纵床可拓展，直接变为1米3×2米的双人大床。第二张吊柜便床，平时能放置被褥，应急时可变成一张单人床。第三张天花板上方的懒人升降吊床，一键升降方便快捷。这样的车型您还喜欢吗？